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斯蹦，欢迎来到这一杯的本周我在听。第六名，串谷惠英 ，Stay Home。乐团极品校少女主唱川谷惠英以个人名义推出全新单曲，这首 Stay Home 是为日本知名电台所举办音乐季创作曲子，从曲名就可以知道是为当今疫情缘故，呼吁大家多多待在家里来作为歌曲核心理念。第五名 Yama Haru wo tsukeru。Yama 从两年前开始制作 cover 影片的成名，他同时也和其他朋友组成团体，并这次介绍这首 Haru wo tsukeru 是首次以他自己的名义所推出的第一首歌曲。 MV 从4月上传至今已经突破1000万次的观看了，是位不容小觑的歌手。第四名 Koresawa Yu tsumo ai shite。创作歌手 Kurosawa 近期推出全新单曲，这首 You Tsu Mo Ai Shite 也是爱忧郁，是 Kurosawa 于2014年地下室一所创作的歌曲。歌词叙述了就算生活中有许多烦恼的事，但这些事情并不会持续一辈子，太阳仍然会升起，明天还是会到来，不如就让这些忧郁当作生活的一部分，包容且爱着他们吧。第三名 YOASOBI あの夢をなぞって。由负责创作的 Ayase 与主唱 Ikura 所组成团体 YOASOBI 乐团，将小说以乐曲方式具现化为创作理念，截至目前为止推出了三首歌，在日本海内外都造成巨大回响。这首作为第二篇章的 あの夢をなぞって 算是目前三首当中点阅最低的，不过编曲歌词却是我最爱的，有种在夏日夜晚看着烟火绽放的感觉。你最喜欢他们的哪首歌呢？第二名 Re もう一度。誰かのせいにすれば僕らは救われる。由 Walker Rock 主唱 Taka 跟歌手清水翔太发起了名为 Re 的计划，集合了这个世代歌手们一起合唱了这首名为 Mo Ichido 的歌曲，想为这个非常时刻世界献身。参与计划歌手有阿部真央、炫香、Ame、乐团 Wanima 主唱 Kenta、Walker Rock 主唱 Taka、Nisi、清水翔太以及三浦大知。这组超级不得了的阵容也让影片上传至今不到半个月就突破了700万次的观看。第一名 Mila Parachute。 来势汹汹的新人歌手 Mila 近期推出全新专辑 Ice， 当中歌曲合作对象可以说是阵容豪华，有狼人乐团的 Kamikaze Boy、 Walker Rock 吉他手 Toru， 还有许多广告动画的合作曲，可以说是2020年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新人歌手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啦，介绍歌曲有你喜欢的吗？你这礼拜都在听什么歌呢？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在我的 Instagram 上有更多的本周来听哦，而在我的 KBox 上有本周来听的歌单哦，别忘了去看看。我是卡斯蹦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